现在跑的话办比赛吗？台湾目前近期是没有的，不过韩国跟大陆还是持续都有在比赛。也会跑哎、欸。等一下，那个白是白白哦。白白是谁？住在我家隔壁的。哦。郭中生。没有职业队长吗？没有哎、欸。现在已经没有职业队的东西了。哎，怎么？哦，是春春，不是春春。是春春，不是春春。意思是你长得不够帅。是啊，现在是个老头子。今天是个老头子了。等等，可因为我们这个退局账号都在。大概约2012年的时候串了吧，所以就很巧了。我们两个前面都是挂这个账，就是挂这个干妈贝尔斯，因为当初在职业队的时候，只有我们两个会开台。飞桥飞起来，飞起来 ，put down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飞桥没有，要不是他是。绿改的话，关闭练很久的春四360，要秀给大家看啊！没有，可以吧？撞一下才是春4360。春4360成功，演示成功。尊尊春春尊尊尊尊春春春春啊，语无伦次啊，输了。嗯，可以。这360，这是春春春春春360，一般人用不出来，拜托。这种360没用得出来吗？找不到第二个啦，找不到第二个。对，当年我们会开台，只是我们开台大概人数在50人左右而已。20至50，50极限了。欢迎你们进。周五，小胖开车来我们家。为什么有点色情？11点，他11点先过来。直播纪录片不在了。
我也想要在啊，我都可以传我的 YouTube 了。不过 YouTube 是蛮多骨灰级的影片，你们可以开始挖一下，以前团练的影片，你们可以挖一下，还蛮好笑的。你们我觉得春房比较上口啊，呵呵，大家都要念春啊，我也五零四了。以前这个跳台我们称之为男子汉跳台，全速过去还是英雄啊？那我全速过去是什么？花木兰。那个行动的还不错吧？可以。以前野蛮遇到春春吓死我了。跳，然后这边全速才是男子汉。跳。认识赫密吗？当然认识啊。近视300度左右。跳台全速跳过去的小潘，花木兰，对啊，叫做女中豪杰，这个不是男子汉跳台，是叫我们的女中豪杰跳台，啊，还有那个成语叫什么？巾帼须眉，对不对？这样都可以跳过去的巾帼须眉。鲁夫最近在忙那个《风之谷 N》。风之谷 N。赫密哦，赫密，他不会想玩，他不会想玩。对对。不一样。说我的卡，到了。我刷那个春式360，对，春式360又展现出来了，撞一下，秀我一点。那这样，你现在我那边打到你就开始。春式360，哇，失败了。
烦。那你今天晚上？还没退伍、哦，赫密。没有啊，我怎么？再，当然再怎么。感觉他已经去一年了、啊，只要赚一下，必定赚一下，涨六，没错。认真跑哇、哦！认真跑，这不得了啦！给你选。好，啥图？让我们两个加起来。走到一个很奇葩的路线，啊、超级慢。毫无悬念。倒车。我上次才用过而已啊，结果杀队友，呵呵。十分十分，你冠人大赛哦，还评分。我主要第一名了。不会把第一给你的。混蛋，混蛋！哇，没过。100分，好 ，OK。别搞，你睡觉了。那你昨天刷，你昨天是刷多少？19000。19000。好。赛道9。GP 赛神图哎、欸，胜率超高。好了啦。好累哦！哦，在飞走。安安，飞走了。油镜好吗？字太亮了，看不清楚。你踩加速哦！擦边球。Tap 甩尾。听说 Tap 甩尾的那个拖杆比较快。哦，有没有超猛？不断。哦，我手好忙啊、哦！
史上最忙跑法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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